好，那这个活动哈，我先到此为止。不过呢，请各位小朋友，现在呢，我们电脑画面先切过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把一个蛮贵的东西贴在这个地方，也是陀螺的做法。多久变一次？一秒钟。欸，不是，几度变一次？转几度变一次？90度。转九十度变一次哦，转九十度变一次。那这个跟光线的通过偏振片有关啊，哈，有关。这里面呢，我们有些厂商呢就用偏振片呢来做一些商品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请大家看一下一段香港人所讲的。解释，听不懂没关系。放咗喺一块偏振片上，我把缩声音关小一点。我哋用一块偏振片放落去，就能够睇到上面嘅福字图案。有冇看到它颜色有稍微变化？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贴光画啦，哦。来，请看这个原理。太阳光平常的时候是各种方向性都有的非偏振光，经过偏振片整体之后呢，它就会滤掉一些光线。那只要跟它同样轴心的偏振光呢，它就可以过去。然后如果假设经过胶带的话呢，它再稍微转一下，或偏振片的话，它也会被挡住哈。所以你刚才看到的哈，荧幕其实它里面就有偏振的效果。好，这个还是讲一下跟角度、厚度有关系，跟波长也有关系，所以它会有不同的颜色，是因为这三个因素。好的，原理的部分呢，这边还是一样哦。其实你只要会 Google， 你就已经查得到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不再多讲。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来，请看我们的魔镜。早上我才跟小朋友在看这个东西而已。魔镜，这个之前呢，我们的前几年的活动，林宏旭老师他有做过。好，他有做过。可是他请小朋友慢慢割，慢慢割，大概要割一个半月左右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实在不想花那么多时间，只要请那个印刷厂帮我割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先分类。分类，你在折的过程当中，拆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发现它大小不太一样？一号跟二号比较小，三号跟四号稍微大一点点。你把它重叠起来就知道。把四个圆圈重叠起来，就知道谁大谁小。好，请先在桌上帮我把一二三四号排好，就像画面这样，一跟二这样排一下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比较小的放左边，比较大的放右边。那所以你分类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可以了吗？好，下个动作，拿出两张黑色偏黑色的，但是又透光的偏振片，这两张。好，你旋转的时候会变色，对不对？可是会变色是因为它上面有旋光性物质，叫做保护膜。请你做一件事情，把保护膜撕掉。来，请看画面，保护膜只有一面，其中一面，所以。一张把它撕下来，第二张也把它撕下来，你总共会撕下两片保护膜，两片都要撕掉哦，不然你等一下会看到彩色哦，我们不希望看到彩色的东西。下一张大工程来了，大工程亲子一定要合作。首先把那个白色的方面，你要看到灰色的，灰色那一面我要看到，灰色的那一面，而且我要看到它是叫做一号，也就是比较小的圆圈圈。好，不是三号四号哦，是一号二号。偏振片先不要盖上去，
先粘双面胶，再盖偏振片。那你会发现一个剪一个贴其实是比较快的。好，如果你是独行侠的话，边剪边贴会比较慢哦。然后同学有没有 小朋友家长有没有吃过汉堡？有。汉堡怎么做啊？这个叠外层的。我们下面要有面包对不对？上面也要面包，中间呢？夹汉堡肉对不对？所以麻烦你来，请看画面。当你贴好双面胶之后，把胶膜撕掉，然后把偏振片盖上去，把你的汉堡肉盖上去。今天比较像 cheese。好，把这片 cheese 盖上去。对，然后再把你的上层面包盖上去，它就变成一个类似三明治的东西啦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些小朋友发现，你偏振片盖上去，好像有些角角边边角角会凸出来，对不对？请用那个剪刀修一下，把它剪掉，但是不要剪到圆圈哦。好的，只有一片效果看不出来，绝对看不出来。我们要做第二组了，来，请看画面，家长可以帮忙看一下。我这个东西取消掉了，我现在直接用哆啦 A 梦贴纸。好，哆啦 A 梦贴纸，所以本来是双面胶要粘在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是在做纸牌的啦，哦，现在请你依照同样的顺序，请在四号先贴贴纸，四号贴贴纸，白色部分贴贴纸，贴好贴纸之后，偏振片盖上去。那个三号开始贴双面胶，所以我们会知道三号的双面胶贴上去之后，三号会有粘性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三号盖到四号上面，不要忘记你的那个起司片啊或汉堡肉要先放。好，制作的过程当中哦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旋转90度之后它会遮光跟透光，好，每90度它会重复的周期性的动作一次，但是这个东西哦，最早哦。魔术师在用的时候，他不晓得这到底在干嘛。魔术师完全不晓得，他会变魔术，可是不晓得其中的原理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魔术道具带回去，外面的道具在卖，可能要50块以上这一组。好，这一组要50块以上，贵的是哪里？贵的不是厚纸板，贵的是偏振片，对，那个很贵哦。好，所以大家今天可能交的材料费有一半以上就花在这里。来，各位伙伴，请看前面的画面，请看前面的画面。好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哈，在我的部落格中间哈，右边那哈，有的时候会因为东西太多找不到，所以我呢做分类，也让你呢有一个搜寻的功能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在里面打魔镜，好，魔镜有两种，一个是凹凸面镜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，就当初在东华大学做的股神巴菲特版本。你看旁边都黄金，你看哦，我们手握住的地方其实是下面那一个比较大的，下面那个大的不要让它转，那虚握的地方呢是上面那个不要握住，你的手在晃动的时候，让上面的因为圆周运动来转动，哦，所以请注意看，我这边只用胶带，哎，中间是。透明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中间有颜色哦。我其实只是贴一个十字形的胶带而已，所以呢，这个变化有好多种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摇一摇，变了。是这样贴吗？再摇一摇，又变下一个了。所以你只要每转90度，它就可以变化哦，它就可以变化。再试试看。好，记得你的手势是握住下方那个大型的圆盘，不要让它转动，但是上方要让它转动哦。那么各位伙伴，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因为刚在影片上面我有贴胶带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可以在三号跟四号的组合上面贴胶带，三号跟四号，但是不要现在贴，你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贴。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本来黑白的变成彩色的，哦，只要贴胶带就可以了。
三号跟四号的表面哈，可以贴。好的，不知不觉中又犯了我们这个工作坊的恶习哈。我们这个工作坊所有的成员往往有一个习惯，叫做做不完工作坊，做不完。对，所以我的材料我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但是我只剩下十分钟。来，我先跟各位家长讲一下我非常喜欢玩的一个东西。好，请注意听我这里。为什么今天要叫人带保特瓶呢？好，今天哈带保特瓶，但是我可能希望你回家再做，因为这个是亲子在家在户外都可以做的。那今天因为外面刚好就下雨，不能带到户外去做，那在走廊上又怕大家推起湿滑滑倒，所以呢，我只要做一个示范。好。